下一位张国柱，简单啲，张国柱边？张国柱你我好想简单，你唔好阻我讲嘢就得啦。你讲，我自己觉得咧，主席你一路做嗰、那个即系会议程序咧，你就想我哋讲晒，但我哋讲啲嘢咧，可能阿甲同阿月咧系完全唔同。你一阵就做回应，跟住我哋又有新嘅问题，点解你唔可以一个一个咧？啊，咁我想翻翻去。冯剑基第一个提议，我想知道呢个系咪已经裁决咗，主席？即系你净系问呢个问题？唔系，我跟住仲有，我要知道呢个系咪裁决，我先继续问噶。刚才已经有答咗噶啦。唔系，系秘书答咗，主席你未有裁决。我同意咗呢个意见之后咧，就对唔住，呢班冯剑基议员。啊，主席嗱，我想纠正啦，秘书只系话咧，好似系五。秘书正话讲五月系嘛？五月三号已经做咗一次，但秘书冇讲到可唔可以继续做，亦都可唔可以因应阿冯剑基今次提咗有新嘅即系呢个发展，可唔可以做？而你就因应秘书嘅说法咧，就作咗你认为作咗个裁决，但系冇。回應到馮劍基提到，希望你明白，如果作咗主席裁決咧，我哋又唔希望。唔係，我覺得你個裁決係回應唔到馮劍基提有新嘅情況出現啊嘛。我再強調一樣嘢，就係會議規則有規定咧，如果主席作咗裁決，我哋唔係你裁決得唔啱，咁又裁決咗啊？不能夠同你討論我唔係討論啊裁決嘅，我唔係同你討論啊，我只係話咧，我哋再會再討論，但喺呢度咧，我哋又唔應該。是作对主席的裁决作一个讨论的。好不好啊？那么下一位。